我真的是何德何能，能够让我们的综艺大姐大，我们最爱的小燕姐，然后帮我庆生。因为她说第三个，她是要减肥，她就成功了。所以小燕姐很灵啊。小燕姐很灵。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哇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我真的是何德何能，能够让我们的综艺大姐大，我们最爱的小燕姐，然后帮我庆生。哦，第三个放在心里啊，放在心里。来，那个第三个小燕姐有什么推荐的吗？推荐一个愿望。因为她说第三个她是要减肥，她就成功了，所以小燕姐很灵啊。小燕姐很灵。就是第三个愿望还问小燕姐。好，来，小姐姐，我们起来吧啊！来，谢谢大家，一、三、二、一，哇哇！生日快乐！哇，小姐姐，你真的很有品味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后来看什么看？快听啊！